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啊，有一定设计，应该是假山。这个地方呀，很难有真的山。这个楼好像是可以上去的。一个城门，这叫什么门？刺松门。这里有个塔，非常高，顶上呀是金色的。怎么用围栏给拦起来了？紧拦起来还是有一定说法的，因为啊有一定风险。但这个塔它怎么也给拦起来了？有什么说法吗？看下这边可不可以进去啊。这个地方福鼎白茶，这里怎么还要买票呢？线上购票，扫码成功，价格是60块钱。这个价格呀，些微有点贵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给你们拍这边上的假山、假树。以及城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收费的景点，不是很喜欢进去，逛一下免费的吧。免费的风景啊，其实也是不错的。